等你做家庭路，你要叫吗？要是你洗了嘛，你要忙了嘛？等你下那路，你上哪家来？你把那把布给你家路，哦，这去到闽南路不接待，中间路不接待，不然在这讲，听到吗？你把伢也搞我这样去的来着？你这米里哈进来的，要是你不容易来。刚才出发的南部人在渡过东京区、松马区、太平区、富阳区也弄不到的你，啊，松马区只拿零零五，那你问还是不交吧啦？哎，不交啦，嗯，就你就说，你这边的国际差了，我就说不严重，阿毛你那么态度，是苦我苦，就态度的，啊，顶多顶你顶到那阿弥陀的，没钱嘛。咦，这闽南语又粗又长的，他妈啊！听都听咋样？你把面、水牛面啊，弄嘛的了？问问表嘛，当铺铺面了。什么白皮不弄来看？什么白皮了嘛？弄个把老皮来，更加不清啊！皮了当啊，弄工面嘛啥家没路？哎，这是面把面啊，弄这里问看表吧的啦。先做这个，啊，不弄这个，他听不见。今朝子就过年嘞，这里文化酒店里住，你这米里也米方面嘞，这里文化吃酒店里住，今年是邀请人嘛来，你这米里过高级的吃嘛嘞。这米里干啥？今年这咱们家是的是那个啥嘛？今年那炒面里面加的米不咯，看着不一样，那炒面里面是啥？今年去的嘞，两年不落水，到他从过来的都，那去超市里面都不养的，两斤的两斤的嘛。这里就说今年哪里的两斤的，那不着不讲那多哪里的嘛。今年弄看里的两斤的，那不着不冬天的，那不着不看里的，那不着不目标的地方都，那看两斤的两斤的两斤的嘛。Yeah.